如果你经常腰酸背痛，半夜上厕所，这道汤一定要收藏好哦。焯过水的猪尾、腰花、泡好的黑豆、豆种、红枣、姜片和没过食材的水，大火烧开，中小火煲一小时，再撒上枸杞，一勺盐调味。经常给你老公煲这道汤，他会爱你到地老天荒。